迷你世界竟然偷偷背着我们加强某个 boss 了。嗯，默默默默。嗯，哎，小雨姐你干嘛？默默来试一下默默。哎，身法。默默别走。哎呀，小雨姐你干嘛？哎呦，啊，沙炮都给你俩了，那我没有了，咋办，呱呱？等沙尘暴的到来吧。哦呦，你看这小鸵鸟现在都能自己生娃了。我说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在最近的更新啊，这个沙虫它好像加强了，它不怕水了呀，兄弟们。据说它一遇水便会闪现，这怎么一到了给我找沙炮的时候它就加强了呢？小朋友，跟姐姐走好不好？啊，这样的呱呱可真是让人害怕呀，兄弟们。小朋友，大姐姐走。哎，里边的人听着，别睡了。嗯，哎，这你们怎么就睡进去了？哎，哦，没人啊，我还以为有人呢。我还想说问问这沙虫的下落呢。既然偷偷的加强，不给人打招呼啊。看来现在这大陆的 BOSS 排行榜又要发生改变了。那么羽蛇神还有沙虫，现在谁才是最后真正的垫底怪呢？不管总的来说，咱们还是要先找到沙虫再说。哎，喂，不是，这商队啥时候出现的？哎呦，这个商队会魔法，兄弟们！我这老头是真不怕死啊，东西卖的还是这么贵。哎，这家伙咋把星星揣兜了？30颗星星，5个符文矿，哪个傻子买的？我买了，我敲。是不是点他了？没有拿东西，弄他他就给我卖了。恭喜我挂啊，获得至宝，恭喜！啊，我30个星星换了5个符文矿石。住嘴！你自己听听自己哼的两声好听吗？啊！哎呀，今天生意不错，跟兄弟们吃香喝辣的去。没事，呱呱，我给你报仇，我给你拿他条裤子。哎，妈，咋的？这又惹上了？妈妈，救救我！妈妈，没事，小雨姐，连他都打不过你。小雨姐，你可真拉呀！妈妈，你都不管管我。哎，老莫，我实力太强，不轻易出手，我一出手，他们还不得灰飞烟灭？那你就不管了？那我帮你获得沙炮。啊，你帮我获沙炮？那行啊。莫大师要出啊？不，莫大师。不出手就能把他们队伍全灭掉啊！谁都不许帮。嗯啊，不出手这咋灭全队呢？哼，别帮我啊！看好了。嗯，我们绝对不帮忙。来，小子，先坑呱呱，后打小雨。今天我站在这里灭你全队。兄弟们，随着小子。哼哼，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打呀，接着打。啊，这小子头真硬啊，大哥。你们怎么动手？来，你小子，不让你狂吃我。哎呀，真是可恶呀！啊，小子，我跟你拼了！我。哟，不错嘛。牛啊！但是你把生人弄死了，你怎么弄啊？啊？什么？哎呀，别打了，不就是丢了个商队，找不到 boss 了吗？怎么这是休息一晚上，说不定就来了。我这是给你找沙炮，你不急，我们急啥？瞧你这话说的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咱们这个盾牌拿到手也挺久了，哎，这个盾牌具体威力怎么样？还没怎么试过呢。来，七滴血，来打我一剑试试，让我感受一下。等啊。哎呦，呱呱，这是野防御了，就扣了7滴血，我试一下。哎呀，小雨，哎呀，你们一个一个来嘛，两个人一起打我。来，小雨姐，防御一下。好了，你打吧。哎呦，你们这盾牌也不行呀。来，打我的，我就7滴血。来，默默，这啥破武器？默默，别费那话，我就7滴血，给你个报仇的机会。来，敢不敢动手？跟你说，呱呱，你别打他，小心把你反死的。这个狗贼，默默。小雨姐，你咋这样说呢？来，打一下，挡着呢。哦，就一滴血啊！再砍一刀，呱呱。哦，一滴血，家人们，真的就一滴血。我扣1滴减44滴，再来一刀，再来两刀，不来了，连砍呱呱。这盾牌牛啊，直接让他们的能量剑无效了。哎，呱呱，你咋这样的呱？
哎呦，你干嘛还有你这样玩的呢？玩不起是不是？70%的伤害呢？你想一下，和一间70%的伤害，你干嘛，小鱼姐？要是这么说的话，这个盾牌能抵挡70%的伤害，或许我们可以完成一个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挑战啊！但总的来说，现在这个村庄已经被我们探索完毕了，现在要即将启程，开启一个新地段了。哎哎哎哎哎，这是哪儿？哎，哎呀，你干嘛？哎呦！